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门徒观清谈节目。我是陈荣超牧师，我把今天这一讲内容放上来，我们一起的来分享。这一讲我们会谈到这个领导力，只是我们不是谈领导力的培训。我们乃是从这个门徒观这个立场，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领导力对目前我们这个牧会是带来正能量或者是一个负能量。好，我们先看一张的图画。这张图画呢，我是请一个朋友给我画的。我先跟他说一个主题，我说我目前对今天教会的状况，我有这些的看法。然后呢，我就把我的看法跟他讲，讲完以后过了几天，他就发回来了我这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一个马跟车这一个关系，我就用这个图画呢，跟不同的牧者啦、同学啦、弟兄姐妹啦来讨论。那么过了几年了，那么最后有一些综合性的感受，我综合一些给你们听听啊，讲讲。第一呢，你看见了这一个图画呢，这个马这个车这个位置呢有点不对劲，车在前面，马在后面。第二呢，这个轮胎和这个车轮呢，也大小了不一，那么跑起来呢一定会很颠颠簸簸了。另外呢，如果是马在车的后面，那它就推推推，但是马应该是带动啊，不是单单来推嘛。第四点呢，你看见这个马嘴呢，前面是红点啊，那个代表了这个马呢，因为这个鼻子呢在推，在磨下流血，是象征呢这个马呢做得很辛苦。第五呢，很有意思哈。这个图画里面呢，竟然呢没有这个主人，或者这个马背上呢没有一个主人啊，马呢是拼命在干，但是这个主人去了哪里呢？第六，这个马车上这个项目很重，多的呢还要就凸显的出来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呢这个马车啊这个负荷呢非常非常的重第七点呢，你看马这个眼睛呢是往下看的，不是往前，也不是往上。所以这个马呢，叫盲目呢，在干活。那我们就把这个综合的感受，我们转移到教会牧会一些我们的感受，我们一对一的来比较一下。如果马这个车这个位置不对，如果在我们服侍的当中，我们所服侍的岗位可能也不对的话呢，那么我们服侍的就会失调。甚至乎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恩赐这个配搭上，我们也配搭的不对，或者是恩赐呢也颠覆来用，也是一样的，不好的效果。能力来说了，马达就是这个引擎啊，引擎应该放在这个马车的前面，马在带那个马车，那个效果呢才会好。要不是呢，这个马达呢就会失灵了，这个机器失灵。第四点呢，很辛苦嘛，他辛苦了，鼻子都流血了。但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在问：为主受苦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是找苦来受，可能了，我们的苦呢就不值得去受了。第五点呢，没有主人的马背上没有人在指导，没有人在带领。马呢是不断的叫蛮干，但是没有一个指导。第六呢，就是以项目为主的。我常开玩笑啊，一年12个月差不多每一个月呢，我们牧者都忙的，1月份就忙过年，2月份就忙春节，3、4月的受难节，然后这一个复活节，5月母亲节，6月就父亲节等等啊，7、8月就夏令营，9月呢就是校园上课。那么，然后到了这一个10月啊，就教会这个堂委开会；11月呢，就感恩节；12月就圣诞节。每一个月呢，我们的项目就很多啊，所以这个车就负荷了很多很多的我们所谓的项目。
说慢慢呢是第七点呢，很多都有同感呢，在这种的情况下呢，牧者的心态会变得呢有点的忧郁，或者有一种的这个压抑感。这个美国教会呢，过去几年呢做一个调研，问题是说，为什么呢？这个教会这个牧者这个去留这个速度这么快，这个频率很高啊，这个3年5年不到，这个牧师呢就换一个教会，或者呢基本上就不干。那么调研以后呢，他们就大约有10个大的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就是灰心。主要呢，就是因为教会的人数不增加，无论你干多干少，做多做少，最后呢，教会人数来来去去呢，徘徊回回都是一样。然后第二点呢，就带来一种的失败感，觉得自己呢做得不好，还是人数下降吧。然后慢慢呢就孤单了，因为失败嘛，就不想呢跟周边的同工啊、同道啦。这甚至乎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什么来往，所以呢，有一种的这个疏离感。第四点呢，就比较伤感一点呢，就是这个牧者们的道德的崩溃。多半呢是失败在这个色跟这个钱2方面，这个不多讲了。第五点呢，这个对这个钱财啊，这个理财呢，一般来说呢，就是不懂得怎么去筹款，特别的一些。基督徒的机构啊，或者神学院的院长呢，一般呢，他们往往呢，因为在筹款的方面呢，他们干得不灵活，或者呢，就没有这个魄力去干，所以呢，承担不了这种压力呢，他们也会离开。那么第六到第十呢，就比较是靠近了这个牧者他的心情，或者呢，他这个情绪方面呢，很容易的就愤怒啊，觉得周边都是敌人，然后带来一种的宿命感，不干的，不干还好哈，很多时候如果就是不想活下去呢，那就是非常危险的，非常的可惜。那么第八点呢，就是健康的一个个人的健康，三高到了某一个年纪，50岁以上这个三高呢都会影响了。如果这个心情不好呢，这个三高呢，就是特别特别的。比较危险啊，牧者们哈，同工们呢，我们要注意一下。那么第六呢，因为牧者呢，这个传道人的家庭呢，就比较透明的，很多这个隐私啊，透明呢，都变成了某一种的压力啊。如果这个家庭在某一个教会压力大了，那牧师也会考虑啊，把家人呢带离开了这个地方。那么最后呢，慢慢的形成了一种的心态失衡这个时代因素都是因此呢，牧师呢会离开这个当然是针对美国教会一个调研的这个结果在有一些地方呢，牧者是没办法去走来走去的他们就强迫呢留在一个地方或者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我也不多解释了。总而言之呢，有些牧师呢，就是走不动的。但是走不动呢，不等于呢，这个牧者呢，没有这个驱留感，只是他这个驱留不是人，是心所以往往呢，表面依然呢在职或者呢调职，但是还在同一个地方。人在，但是心不在焉这个驱留感，驱留感呢，这个带来的是一个个人的安全感如果来自教会的有理无理的这个期望，对吗？那么这个心里就觉得不安全了。然后如果积极的承担压力了，这个受压的能力弱的话呢，也会带来呢那种负面的影响我们再深入来讲讲就是今天呢，在这个领导力就要求牧师的。叫很强的领导力呢，往往呢这种的要求呢，在这个做门徒当中呢，会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呢，我们叫这个做门徒的混淆。目前呢，办教会的牧师呢，大约呢离不开这4个方面，什么企业管理的活动中心呢，社会服务啦，文化交流，这四种的情况呢，对牧者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都要做老总一样了，做院长啊，做主任啊，但是问题就说了，那个牧者一般的牧者，
我告诉你，80%以上的牧者呢，承担不了了这种的要求的，但是核心的问题呢，做一些理论的分析呢，往往呢，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所谓的领导力呢，是来自了一些的精英论，在这个精英论这个领导学来说的话呢，如果它成为了今天我们教会的培训这个主题往往呢，我们就会说什么呢？我们就说了这个选拔栽培往往，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精英论呢，带来一些的优生论的理论含在里面，就选拔了嘛。那么有人好，有人就是比较上就比较弱，那么能够在服侍的他们就是有本领的，那么不能服侍的呢，他们是不是没有本领呢？那么跟我们做门徒呢有什么关系呢？往往呢，我们就忽略了这一些的情况，而且呢，在管理当中呢，我们是引进了现代化的商业管理的理念。那么牧者们呢，这个牧师呢，回教会服侍的变成了上班的，对吗？还有打卡的很多教会呢还是这个情况。那么主任牧师呢，就变成了一个老总了。这就是80年代呢这个教会增长学留下来的后遗症。我个人呢，也是经历过了这个阶段比如说当年我们出了一个很棒的教会，马鞍峰教会啦、纽西教会啦，都是很巨型的一些教会。我们以为呢，这些巨型的教会呢，就是我们每一个牧者的这个梦想。还有，我的好朋友啦，我是同学瓦里格牧师的马鞍峰成功教会的牧师他常常呢有提醒了我们做牧者、做信徒了，不要这样去想有这样梦想我们要当领袖的，但是我们不是一定要做这个老大我不是反对领袖，我们一定需要领袖圣经中也有领袖，亚伯拉罕呐、摩西啦、约书亚啦、大卫等等都是很好的领袖。新约还有保罗书信里面对于带领教会的领袖们、监督执事、长老等等都很好很好的原则，都是非常棒的。哎呀，我们常常在培训班都讲这是圣经的原则，只是呢，我们回到这个工厂呢，回到教会层面呢，我们就用这个精英论这一类的理论呢来替代了这个是一个危险。所以我有个声明就是说呢，圣经呢有很多很好的领袖的这个榜样，但是圣经呢从来没有一个领袖学为根基的一个理论这个呢以后呢我会再讲多一点。也看吧，目前呢我们的培训班就是门徒培训班也好，等等所谓培训班呢，我们主要都是改变了一些工商管理学，而且最后的表扬呢这个总裁这个模式是最好的这个呢跟耶稣所讲的有点不太恰当，对吗？也就是说呢，吩咐我们要做门徒，好吗？我就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谈这个题目这个领导力对我们今天一些正面的、特别的一些的一些负面的一个影响你看吧，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很矛盾我们需要人才，对吗？我们就办了一些的人才栽培班我们选拔一些好的、很有本领的人去秀。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些叫门徒班，哎呀，门徒班呢，我们认为呢，就留给那些追求属灵的人去上。我们就把这个领袖跟这个门徒呢，我们把它分成了两类不同的人在教会这个是完全呢是不恰当的而且呢，刚刚跟耶稣的教导呢是切切相反的另外呢，看吧，我们牧师是从神学院出来的。如果教会呢用这个商学院的眼光来衡量牧者传道的话呢，所以引起呢就是这个马车一样，对吗？一个轮胎跟那个轮胎，这个车这个马这个位置都不适合拼在一起那个我们要好好的去纠正一下。所以呢，耶稣嘱咐我们呢，在大使命呢就做门徒，对吗？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好好的记得以后呢我们会分享的多一些。如果我们这个分别记不清楚了，我们就很难走下去了，好吧？我就总结一下那下一回呢，我们再会探讨另外一个
在我们做门徒啊，这一个渠道，我就带了一些荤烧的一个层面，就是做门徒，我救赎论啊，这个关系，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好吧，我分享到这里了，然后呢，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啊，留言啦、提议啦、跟反馈，我们多一些呢可以呢来分享的机会，好吧？谈到这里了，谢谢啊。就这样了，拜拜。